Traditional monitors are large, but over time they have become more miniaturized, digitized, and multifunctional. Despite carrying more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s, they also bring lots of trouble and inconvenience to medical staff. As medical departments become more specific and specialized, the idea of specialized monitors for specialized departments has become a new trend. 我们国家现在新生儿的疾病呢，总的来说还是减少一些。对一个重病的孩子，那监护实际就等于急救。新生早产的发生率大概 10% 左右，给这些孩子提供监护的设备啊，他要求专科化，就他的参数设定的范围，要符合早产疾病的特点，符合早产生理的特点。 新生儿首先他个体比较小啊，生命呢它是非常微弱的，它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给出来的信号也好吧，都是非常弱的。那么你要采集它这个信号，它的你要求的电极这个也要小，你采集的样本也要小，而且你这个机器的灵敏度也要非常高。它本身它一个生理的特点。 他对仪器的要求呢，也希望能够满足他这个特殊的需要。我觉得这点呢，对厂家提的要求是其实是挺高的。Comen的这个C6冷这款监护仪啊，它就是深色专用的护监护仪。这款监护仪是在我们医院和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做的临床试验。它的呼吸功能本身就发育不完善，它就存在有一个呼吸暂停。如果说你第一时间在报警的同时马上也给予它一个刺激的话， 那肯定更加就缩短了它的圈养时间，我们更加及时的去处理它。在报警的同时，还能够在你医务人员还没听到或者没有完全给它处理的时间，它自动能给你解救。这种专用监护仪，它除了我们讲的监测功能之外，它实现了附加了一部分就是治疗的作用。啊，这就是专科专用的这个监护仪的这个优点。 心血管病人他的监护，他除了常规监护，他还需要对心肌缺血的判断。 对心律时长的判断，这些要求比较高。我们原来也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和Comen公司进行沟通，除了监护功能，它还能带有像心电图机那样去生产，这样的监护仪可能对临床的使用和对病人的监测就会有很大的好处。心血管医生非常期待的一种监护仪，就是叫无线，一个叫移动式个人监护仪。现在我们正好在我们病区里头正在使用这个。 这样的话，那个就病人在带在身上，那个随地的移动，不用在束缚在床上了。啊，在病区内，我们通过一个就是建立起这个 WiFi 的网络，它可以在那个不受限制的活动。啊，是这样的话，对病人的自己的这种这个主观的感受性，尤其对一些处在康复期的病人，都非常有效，非常好。病人可能有病情变化，等你去到你看不到了，那它有这些记录功能、打印功能，这一些呢都是对你分析判断在。 回来判断这个病人发生的病情的变化是很有好处的。我们的这个病人，特别是肿瘤患者，他是需要去置入一个中心静脉导管的。我们的科室非常的就需要一个能够去给我们的置管去专科专用的一个床边的监护仪。 J'ai le grand honneur de travailler avec les nouveaux monitoring qui sont parfaits en lui-même. Ils nécessitent seulement, ils sont vraiment magnifiques et à conseiller dans le monde entier. Y adaptado específicamente a las necesidades de uso que necesitamos en una unidad de cuidados intensivos. Resulta más que perfecto para nuestras necesidades y cubre de manera satisfactoria todos los parámetros que ocupamos en pacientes de tipo intensivo.
对宝宝跟这个妈妈的心率都要进行监护的情况下，我们要用两台仪器，一台是心电监护，一台是胎儿监护。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台，就是综合的这样的机器，肯定是有帮助的了。一般的普通的这个监护仪啊，它必须滴留在手上，这样的心脏病它有最好的一点，我背在身上，我减轻了负担，我腾出双手来，我还能抢救病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各种方面的考验，我们认为 C30 是我们急救方面比较好的一个产品。Voilà, nous travaillons avec cet appareil sur le site de Spa-Francorchamps et l'expérience que nous en avons est très bonne. Specializing in patient monitors is the future for developing new patient monitors.专科专用是为了监护仪发展趋势。专科专用是未来这个监护仪发展方向。专科专用监护仪是发展的方向。专科专用是未来的心电监护仪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专科专用将成为这个以后监护仪的使用的方向。专科专用是监护仪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一个生命体征监护仪能够达到专科专用，这个是未来的发展方向。Specialized monitors for specialized departments is the future. Comen, share with the world.